主上腿的偏低位啊，上腿的偏低位，一圈呢，扣住的感觉啊，虎肩上拴一个绳子啊，拴一个绳子啊，虎肩上拴一个绳子啊，拴在中间偏高一点点啊，拴在这上面。拴在上面啊，火箭起飞了，赶紧一起飞以后，哇，好像上不去啊，上不去啊。一方面是一个绳子拉住了啊，一方面绳子拉住了，另外一个它在反冲的时候，反冲的是个地面要有东西来支撑它，哇，一支撑一往下，发出力量的时候，点火发出力量的时候。跟地面就陷掉了啊！塌陷掉了，塌陷掉，下面是挖空的地道啊，从往东北方向啊延伸出去啊，然后气流都跑掉了，压力都跑掉了啊，然后就看着它跟，好像是点火了一个，火箭在原地不动，原地上不去啊，上不去啊，上不去啊。人家着急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上不去呢？点了火的这个上去才一点点就不动了呢，在原地不动了，啪一下子，后来就不见了啊，不见了啊，又改进了一下。现在让你就这样就不见了啊，不见了，不见了啊，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。按照正常情况不下去，不上去就炸掉了嘛，但又没见炸掉，但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啊。现在呢，老百姓呢，就一下子把它拿走了，就像提着萝卜青菜一样的。到水里洗了一下子啊，提起来，往这一放啊，任务就完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因为他们得罪了外星人了，得罪了外星人了啊，得罪了外星人了，所以说这次要拿点厉害给他们看看啊，拿点厉害给他们看看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